进位了，对不对？嗯。现在我们要学它的加法啊、哦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你们学328，然后呢，加。328加17，做加法，怎么做？是不是八加七先？嗯，对吧？对。所以呢？爸爸我来讲答案。好，讲答案。麻烦你先。再来就是三，在前面是三，因为没有进位，对不对？对。三四五。嗯，好，答问题了。好，这个不是题哦，这个不是，还没。快点弄题。现在我们要学二进位的加法。快点弄题。101。然后呢，跟怎么做加法呢？跟01。01啊。重点是零。加法。第一个不能是零。加呢？来，你注意哦，这个八加七十五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超过十的地方就只取尾数？嗯。然后把前面进一，对不对？这个一加一也是一样哦，一加一超过二了，已经是二了，对不对？刚好二。那只要超过二的呢，就要进位。那没到二。一加一二啊。刚好二，所以要进位来，所以我们这边要进写零，然后呢进一，进了一之后，这里零加零，对不对？嗯。零加零。零加零等于零。没有，所以这里就继续留着。好，接下来又一加一，对不对？一加一是不是又要进位啊？嗯。进一，对了，又一个一，又一个一。进位了，这里进位是不是有一个一？这个一加这个一，等于二。二又要再进位，对吧？嗯。所以又再进一个一，又再进一位。哎，等一下哈，这个两个加起来要进一位，所以呢，进了要怎么写？拉到这边来，宝宝我来好吗？加在我手上。
边一又加一，啊，结果是就变又进位了，所以这里还是留下零。这边一又加一又进位了，所以这里还是留下零。真的耶，恭喜你啊！请问这一个十进位是几啊？来，我们验算一下哈，我们看怎么验算。来，这个呢，十进位是八加四加一，就十三，对不对？这个呢是多少？四加一，五，对，十三加五应该是，应该要等于多少？十八，十八。这个一零零一零是不是十八？对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哦，看一下，这里是，这里是二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呢，四八十六，十六加二。对耶，等于十八。好。好，我过关了吗？好，你过一关。好，继续给我出题目。好，这第一题会喽，第一题会喽。好。接下来呢，加法喽。我要你做的是，是好，再练习一题，类似。睡觉要等我的题目了，是不是？我要再先休息一下。因为太无聊了，是不是？不然呢？好吧，来哦，要开始变复杂了哦。零一零。出好题目再叫我。好，长一点哦。这些都写出来，像我这样写出来。对耶，很厉害哦。那这个是多少？你把这个也写出来。好啦好啦，那你的手先走开。好。等于。等于在这里。
的符号没有表达好，来，这是加，来。这是加，这也是加，所以你要，你可以先把它加的部分都写下来，那等一下再全部加起就好了，否则你一下子就用进位会错乱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自己的10万嘛，就是32。对，好，很好。好，三六加，然后等于。下面这个嘞，等一下，然后写一，等于写一，你也可以倒过来写啊。好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就是倒过来写。报价太贵了，那我们就不说了。对对对 ，OK， 好，好，来，这是维修的，好，我看看，一起维修。还不如拆掉，还不如再买一台新的。是啊。再买一台新的还比较便宜。它都可以换新，换修的价钱换新的比较值。好，继续。八。八。三。然后接下来一万等于16。下面这个应该是多少呢？一零个十百七十六百万，这样不好想。太长，百万的话就是32×2。哦，对耶，有你很厉害。等于64。好，64。加64加。
七十八。七十八，好，写上去。八。好，那我们看看你对不对哦。五十三加二十五多少？七十八。所以这个加法跟这个加法是不是一样？可是有时候会不同。有时候不同，为什么？说这边吗？我的意思是一加一不就变二对不对？对啊，它、这个一加一进位就进到这边的一啦、嗯，有没有？它一加一又进位又进到这边。好，写好了，写好了。所以它永远都不会有二出现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对了。好，第二题通过。好。很好。然后你再出第三题吧。好，出第三题哦。第三题我们的写法就是直接，请你。用这个，然后呢，把它改成用二进位的方式算。好，几呢？不要太大。太大了。三十五好了，加上多少呢？好吧，那结果应该是四十嘛，对不对？六五十啦，对不对？三十五加十五，应该是五十哈。但是呢，我想你，请你把三十五改成二进位写法，十五也改成二进位写法，然后呢，把它加起来之后算算看是不是五十。这样、懂我意思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等一下。好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抠下来，是不是？爸爸，你抠错了。哦，为什么？这样子贴上，它就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移过来一点，它就变两份。好了，好了，然后所以先把这个五十。我觉得这里好像有两份呢，为什么这么粗啊？按 delete 一下，真的有两份，来，我把它删掉一份好不好？啊，对，怎么那么粗啊？对耶，有两份，来，等一下，删一下，这里应该有两份，好，可以了。上面还有一份。对耶，好。上面还有一份。上面，这里，还有一份。好，可以了吧？好。还有下面五十还有一份。下面五十还有一份，你为什么看得出来？没了啦。没了啦。好了，改成二进位。怎么改？二进位吗？二进位，三十五是三十二加，三十五二进位的话，三十五来个二进位的话，二进位的五的话，二进位的。就等于五个一，有错吗？这里要用这种想法，五的话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可是五是四加一，但是三十五就不用五是四加一了，三十五会变成什么？三十二。为什么？加二加一。哦。懂吗？好。懂了。啊，三十二。
这边应该是多少？你要用二进位把它加起来，把它写在这里。最后如果是一的话，一定是奇数，不可能是五十。所以你最好对齐之后再加，否则的话你会算错。这个就没。